这个森林家族，是我刚刚去那家 Seven 买的。那我现在赶快看，它全部有八种乐器，还有附一个小的哦。那我们来撕开看。妈咪，妈咪，你站过去，站后边一点。看，这是。我也可以再讲给你了。哎，行，看一下这里面有它的介绍。那我们先不看，因为那些都建筑，帮我拿着。好，再一个要开始我们的树法。这样。哦，好，是不是？哦，好。再来，我们从这个洞口把它拿出来。哦，这样。是什么？喇叭。哎呦，看到一只老鼠。哎呀！啊！是什么的？啊！好可爱哟、哦！啊！它是老鼠吗？它是老鼠类吧？它是枫糖猫。哦，枫糖猫。看一下它的乐器，哦，有旧袋子，喇叭，啵啵啵啵啵啵啵。这好像跟我们家的小 baby 一样的，对不对？嗯。是吗？嗯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帮我按个喜欢，还要订阅我哦。那么下期见，拜拜。我是山，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玲玲。那我们今天第二次开箱这个音乐的，我们上次是找到这只糖蒜猫，那么这次我希望是这只。好，决定开箱。我看一下哦，里面也是一样，有一本小书，然后里面也是有那个，也是有包装。嗯，好可爱啊。谢谢，不拆开，我回家再拆。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帮我一个评分，有记得订阅我哦。那我下次见，拜拜。